不得不说，最近的163特效钟灵石真的稀缺，尤其是7级和8级等高等级的钟灵石，很多区藏宝阁都没有货，主要原因还是现在的三公队太暴力了，输出门派甚至辅助风系都把钟灵石换成了163，导致163供不应求。这不，今天就有位129级大佬已经凑齐了三个8级163钟灵石，只差最后一颗就是收不到，于是准备了十多个钟灵石，决定自己喝一波，其中四级的都是回春之术特效拿来做铺垫的，还有五级、六级和七级163钟灵石各七个。铺垫先碎了一颗四级回春之术，不过无所谓，第二次直接喝出了五级，这波不亏。接下来才是今天的主角，先冲刺五级的，希望直接跳出七级，第一颗直接出了六级，看来今天运气不错，第二颗碎了，接下来和六级的可以直接跳出八级的，碎了第一颗。第二个直接和出了七级，这几率也太高了。第三次失败了，没有六级的了，该最后的冲刺了，成功技能出八级，第一颗碎了，第二颗又碎了，第三颗还是碎，还有最后一次机会了。今天的目标就是八级163，只要出一颗就算完成目标。不错，最后一颗直接合成成功，这波算是小亏吧，不过只要能合出来就算赚了，毕竟是给自己用的。各位觉得合钟灵石的几率怎么样呢？欢迎留言评论哦。